第十一题，将一个标示为100瓦200伏特的电灯接于200伏特的电源上，则通过的电流为多少安培？标示写着100瓦200伏特，表示正常使用要接在200伏特上，现在就是正常使用接在200伏特的电源上。那么题目给了我功率，给了我电压，要我求的是电流。我们晓得公式叫做 P 等于 IV， 那我们的 P 是100瓦，我们电流不知道，我们的伏特是200伏特，所以 I 就等于200分之100，也就是 0.5， 也就 0.5 安培。所以第十一题我们说则通过电流为多少安培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 0.5。